社区电台。大家好，我是渔夫，欢迎再度收看渔夫社区电台。我们知道最近呢，这个职棒呢，到达到现在已经这个台湾大联盟跟中华职棒之间的这个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了。不过我们要首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呢，来跟我们谈谈台湾未来职棒的整个发展。不过介绍之前，我们先来恭喜这个我们的赵世强获得今年度台湾大联盟的总冠军，恭喜！谢谢。另外呢，我们也要恭喜我们的吴富烈获得这个二垒手的这个金手套奖。啊，谢谢，恭喜哦！谢谢。还有我们的北摩这陈一平先生，他直接我看你底下大家在听。哦，好啦，不啦，开门见山猛你啦！即马即个台湾大联盟甲中华职棒两边啊，经过一年的即竞争了咧，咱知即中华职棒讲，台湾大联盟还有三个位的挖袂落去，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是台湾大联盟事实上已经存活下来，而且活了一年，活得好像还不错，是不是这样子呢？我想应该真清楚看到讲台湾大联盟。因为有足侪足好的卡司嘛，像赵世强啊，还有他们老板邱富生啊，这些拢全国知名人，你咧让台湾大联盟走向一个较新一个迄个棒球系统的一个组织。所以台湾大联盟无法度叫中华职棒联盟预测讲三个月就买单啦。我想这是一个上无对台湾棒球是一个更加好的开始嘛。是，因为你知道中华职棒联盟经过这侪黑金事件之后，经过为冰金所。职棒延年跟职棒八年，跟七年时六千几个平均数，全降落去，几年降落两千个嘛，不然八六千变两千嘛，号称两千，号称两千，所以这是就悲惨的代志嘛，这就没有，当然这两千当然是大家拢知嘛吼，号称冠军最威武，啥加加起来两千嘛，所以这对台湾的棒球讲起来是讲也算足可怜啦，但是好加在是像台湾大联盟，因为我们的加入，让台湾的棒球。好像在蓬勃发展，因为看拢一电视转播较侪，那有一个国家像台湾这小国家，一年转播500几场的 live 的棒球，哇，这表示人外国人看了讲，惊死人哦！恁台湾人，大家拢在看棒球，拢免创别人代志。所以其实是不是安尼？我想是讲，目前情况可能较无法度了，但是因为台湾大联盟加入，让整个台湾的棒球的迄个蓬勃发展的味道比较有了，也让中华职棒联盟比较可怜。你看嘛，如果光是只有中华职棒联盟，对吧？你看，假如看棒球。所以你意思讲，台湾大联盟是吧？这整个职棒发展反而比较有人要看。不过记得我先来请问这个赵世强，你咧看是讲，台湾大联盟最也当延长安尼几年来很多因素是归属于这种属地主义，就是讲恁必须要跟地方上的这个比如讲恁来跟李亚锦啊做回来用啊，这点对你整个棒球运动真正有帮助是吧？我想这个基本上大家感觉上，这个台湾是非常。小的一个小岛，棒球不应该去发挥这个所谓的属地主义啊。不过这一年走下来，台湾大联盟的这一个政策啊，我想是包括目前明年度中华职棒也希望改成属地主义，包括篮球也希望改成属地，所以变成一个主流。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政策目前看起来是非常的好，而且结合这个地方上的这个政治人物也好，或者说地方人士也好，因为他们的力量毕竟跟一般的球迷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有行政的力量，他们也有一些这个后援会的资源呢，所以就我们嘉义地区来讲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啊。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很多的这个职业运动的这个组织啊，会来朝这个方向走。我想是一个目前为止非常成功的例子。这个不过这个中间过程，我请教吴夫人，就是中间的过程里面有可能是，比如说这个如果打得不好的话，政治人物不会给你压力吗？会不会给你们球员压力吗？因为一开始我们在从一月开始集训到嘉义，受到嘉义地区的乡亲父老支持。是。就一开始到三十二月二二八开始，第一仗也输掉了，然后到三月成绩也不是很好，对然后总教练就开始有压力了，会不会说总教练有压力？总教练有压力，我们也压力啊。他输球心情不好，我们也是心情。那时候怎么样？有没有骂你们？不过他是不会骂，是鼓励这些年轻的，因为年轻的到底他们技术。这个层面还不够啊，所以这个我现在请教我们这个白毛哈，你的看这今年这个赢得总冠军的表现怎样？
我想吼，上重要还是刚刚你两个讲的，就是讲，因为今年的比赛实在足乏味，看台上空空荡荡无人啊，所以阮大家看，今仔要看要球评啊，要看都是讲对的比赛，你对哦，台湾大联盟你加油哦，用看用看用看，因为所有的棒球，你安尼知，棒球是讲棒球是要拍好球来看的，这叫做棒球啦。是，啊，咱台湾的棒球都唔是啊，棒球是要拍好电视看，因为讲电视要转播，所以要拍棒球嘛。哦，那就棒球变哪里去啊？所以当年大今年那边。就刚才看到讲家己的比赛，台湾大联盟哇，都头上万个嘛。哦，看台上有人嘻嘻球上面。不过，等，一这是纯粹自发性啊，是。我们现在知道好像有一个包场的制度嘛，是不是呢？是不是包场？在这个台湾大联盟有一些部分是包场，但是在嘉义地区比较特殊，一整年有我们后援会的支持。到最后，像这个最后一天的比赛，这个因为这个李亚锦县长的这个竞选总部成立啊。所以那些有还有快将近10000个的球迷，那个都是自发性的。所以我们台湾大联盟这个观众在尤其在嘉义地区啊，我想会可以经营得起来，因为自发性的最少每场球6000-7000个跑不掉。是不是自发性还是包场较多？我想是吼，是不是包场还是自发性？我想当是真重要。你目前这个情况下，那应该是看下讲是来就好啊啦。你知道棒球这么无人要看吼，来就好啊。我包场上边当不一定的啦。有这点蛮想做啊。蛮贵的来看，这敢包场。啊！你送的便当，伊无一定一定来看。啊，结果人万几个来表示讲人气哦，啊，佮大家有往届的对啊。主要要看五五连标。所以即款咧拍球的人，感觉讲哇，咧拍球，遮侪人咧看，佮心情佫无同。现在还变做无人看。我想这啊，这吼，我想伊，莫用笑的啦。我想这问题听到，应该大家拢在报纸写，大家我主要嘛是咱台湾的，因为短期间吼，迄个。技术吼伤急啦，所以造成这发展的基础无讲太好。咁样呢？啊，当然上重要应该是这个跋筊的代志吼。跋筊的代志，好来，跋筊的代志，咱休息一下，马上倒转来讲。要离开兄弟，然后兄弟那边哦有讲说某某人保证没有事情，然后转台了，他不知道。他讲这种话到现在。2200社区电台。OK，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那今晚。像晋江北猫诶，今晚他咧接到这个中华职棒这部分呢，他可能跟台湾大联盟这部分呢，因为职业这个迁徙的这个问题呢，好像影响非常大，是不是？嗯，我想是那这个棒球人口的急速的下降吼，我看较大因素嘛是，包价的代志，包价大家看球迷都不爱看，干嘛呢？应该是占上大因素，因为我想是这其实包价这代志吼，较重要就是讲。咱的球迷上客号这代就是讲选手袂用跋筊，你内场袂用跋筊嘛，对吧？啊，你内场跋筊啊，免哪怕，就是讲所有看的人、所有听的人，拢是恁18日来做主嘛，一场到的比赛，两个18日来换来换去，是啊，所以影响就讲这個比赛不是真的嘛，啊，我哪有人要看假的物件？是，那我请教一下，这個、台湾大联盟它本身是有一直在一信誓旦旦的讲说绝对无跋筊，对，基本上。今年一整年走下来，我们的这个防护组啊，都过去这个前警政署长庄亨代的领导之下，有一个非常强的防护组啊，包括在现场，包括在球员的生活上啊，管得非常的严谨了，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是觉得是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啊。是，不过这点我要请教吴副联，就我们所知道说，你不叫我都跟你阿去嘛，是不是安尼？那么甚至跟你共头卡，该怎该赌呢？那种我得安尼，甲你用啊，即马你目前你按即马安怎？因为即款我就是身为拍球的选手啊，我嘛是尽我的力量表现落球来看安尼。因为你拍球拍到即马拍20-30档啊，所以咱家己的身躯啦咧，啥物技能啊，咱家己较知影。所以咱的目标尽量拍球，互较好的技术，互球迷来看球，这是咱第一点的，第上必要遵守。所以我即马。哦，迄代志也经过啊，因为拢过了，哦，我嘛是尽我家己好好拍球安尼。可是目前我们所知道，你这个案子恐怕会有问题嘛？即摆我着看前了单位人因安那去，我希望讲会当愈紧愈好，有咱的棒球会当较清气，伫棒球场上有较侪选手，哦，啊，佮表现因的技术，啊，球迷，哦，卖讲迄500个、600个啦，尽量看当起码3000起条，大家来看球安尼。电视咧转播的人哦，江边的人嘛，较好去看球的人嘛，心内咧感觉讲，
啊，今仔只囡仔已经拢做认真啊，安尼，咱的野球的慢慢啊起来，我是感觉。我请问安白马哈，白马，那实在是讲目前起码这个整个检察官已经一直抓到现在，目前可能会牵涉案子的会有多少人？他的观点。这几天我看报纸嘛写啊详细嘛，除了这吴法官有交办这二十七个嘛，了以外，伊讲佫查了几个迄个告人，是哦，嘛有介入这个案件嘛，所以讲可能就是讲唔哪二十七个尔，可能二十七个以外，还佫加一寡讲看，伊是第二波是讲有三十几个。三十几个，那中华职棒有多少个会牵连到台湾大联盟？多少个会牵连到？目前为止，我看是头大多数拢是中华职棒联盟，因为这代志是今年的代志嘛，是，伊即摆处理今年的代志嘛，所以台湾大联盟可能就我想不一样，加少数啦，大部分拢是中华职棒联盟。所以这个因素就影响到大家叫总每天看棒球，讲咧咧看球，看球比赛，你看你要看无讲，因为棒球是一个老实讲，你都唔知棒球，你拍三点外钟久呢，坐伫遐呢，啊，你若讲第一。佫唔是拍真诶，我看啊要死，我拍手拢红起啊。结果看是讲原来，人因张罗决定好啊，讲食要输，食要赢啊。你看你要看无啊？我大家唔爱看，我心情我头壳歹去啊。所以我想这是应该是全国球迷的心声嘛。是啊，我所知道，像郭源志他已经回到这个台湾来以后呢，他又发现讲，事实上还是有在赌吗？继续啊！啊，是啊，佮在赌。是啊，我想郭源志一直。容易的，我看咱大家上无用相信，绝对无目标啊。第一，伊算人品算伫棒球界算相当好个啊。啊，伊日本嘛赚遮济钱啊，几啊亿台湾钱嘛，几啊亿啊。是。啊，所以伊今年拍了要等于日本真正伊讲个啊。伊讲足失望嘛，足伤心个啊。是。既然伊嘛眼睁睁看着讲吴三振继续咧目标啊。啊，当然，我想伊今年参加统一队嘛。啊，所以伊咧讲个话，咱来知讲，伊讲这算足伤心个话嘛。啊，统一嘛算。哦，一定号称讲伊素质足好球队啊，是啊，结果郭恩志，伊当下台湾一个月要50万的啊，伊嘛讲伊的同事，伊的球队有人咧搏缴啊，所以咱即款物件，你讲球迷啥个原因要去球场嘛？我看2000个，我看明年若无去改进，明年如果超好势，我看不一定会变1000个嘛，有可能啊。对，啊，这东西够严重啊。所以现在这个赌博的事情就变成像也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大联盟？我想这个问题，如果说讲刚才于富先生一开始讲说台湾的棒球前途哈，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伤害。另外一个伤害，我刚才讲到是这个，这一下子我们一下子组了11个职棒队啊，所以就是说有一些并不是水准到那里的选手，现在都可以下去打球。是，所以你观众啊，这个感觉讲，哎呀，我来看这个，刚才在看。看这个业余的同款，啊，过来我看球，说变作恁在看，因为棒球很多都是家庭去看的，我带小孩去看，结果我跟小孩讲，哎，那个大概比赛已经差不多都知道，那个他们有在赌博，所以就哦，你现在去球场看，有很多始终的去看棒球以外啊，真的没有家庭带小孩子去看的，我想60%以前我们在当这个行政工作的时候，60%都是爸爸妈妈。或者这个男女朋友去，爸爸妈妈带着小孩2-3个小孩去看，现在看不到这种情况了，所以这个伤害赌博这个伤害很大。那所以说，除了在球员的自律方面，除了在两个联盟的这种安全防护组以外，我认为国家应该重视这个问题，或者说，真的我一直认为就是说没有关系嘛，让这些开一些赌盘，像美国、像日本，就开一些赌盘让他们去赌嘛，但是不要影响到球界。然后他们，我想赌盘里面他们自己五音的这个行情啊，五音的这处理代际方式嘛，就是不要影响到球员。不过我们现在跟刚刚就吴磊一直在讲说要大家表现好，我们看陈奕迅到了台湾大联盟，他也表现得非常好。但是问题是，他现在也这样子涉进这个案子，如果万一。整个检察官起诉的话，将来怎么办呢？他这个他的以后的这个球员生涯怎么办？我想这个事情在台湾大联盟，并不是在台湾大联盟发生的。是的。那我们是一年才接这个教练的工作，但是也要停赛嘛。对，这个在这边的话，如果不见得，我想这是每个联盟的看法。不会顶攻台湾，因为起码现在老实讲，检察官约谈，台湾中华职棒也有做出工，如果有约谈。他就把他停赛，然后领半薪，这是中华职棒联盟的看法。是台湾大联盟，我想
嘛有特别的看法。是。因为做明仔做伊来播来播，我看伊毛伊的想法啦。是，不过我们像这样吴富良这样的表现，这样这么好的，我们很多球迷关心的是，万一他的案子现在已经有发生什么案子的时候，台湾大联盟会怎么样处理他的案子呢？这个我想跟陈先生讲的啊、哦，公司这边一定有他们已经特别的想法嘛，特别的一些想法去处理。是，这一方面我们也不是很了解。那吴富良，你家己面对这个问题的时阵，你刚刚对你的球员的生以后这生涯是安怎？因为我嘛感觉莫名其妙，是，国内可能第一个拍球，可能我流血，是，流血啊，然后棒球跟这个赌博不能，这个转台跟这个赌博不能合在一起，是，因为我离开兄弟，然后兄弟那边有讲说某某人保证没有涉嫌，然后转台了他不知道，他讲这种话到现在。那一次到了检察官那边说我是当证人呢，那现在是当了被告，我也莫名其妙，对不对？是，我真的没有涉嫌，我还怕什么？是，因为检察官那边我去，我说你那一场你有放球，我说打三支安打还有放球吗？不可怜的代志嘛，所以我讲，咱这个转台跟这个棒球这个一个外交的涉案，袂当分做伙嘛，因为这是。人生一个名义上啊，对不？我今仔弟兄弟转来遮，嘛是我有我的理想啊。我为着讲这合约问题未当解决，我要换一个新的环境啊。这嘛是我家做好的一个欲望，佮有较侪人帮。无你一个合约弄啊用条条五当搞，也未当讲有转对机会。啊，加头家当加抬头，啊，阮未当讲有申请的空间。所以这个问题，我感觉我去予检察官讲点对我嘛感觉足无明确呢，对哇？我讲这专台加迄个博缴安两回事，袂当用这位来讲。不过我们现在看，如果说你即摆咧讲人家三几个人，吼，啊那到时拢好好去啊，啊以后要执法要上看，啊遐你个明星就拢好了去啊，要上要看。是啊，我想所以执棒九年对咱台湾的棒球是一个足大的考验嘛。因为如果因为十一月、十二月这两个月，如果检察官有什么动作，造成明年，你看嘛来讲，一堆台湾的选手差不多有二十个台湾选手嘛，你讲三十个差不多两队嘛，啊，咱他都要差不多当做两队关的就加到来得了嘛。你十二部分，因为已经二十几个去啊嘛，所以我加你三十几个、五十几个嘛，所以是两队是绝对无问题啦。啊，建议杯的对吧？自棒。我想上好是卖，上好是卖安尼啦，因为你台湾的棒球，因为这棒球的选手的培训哦，爱到十多年嘛。所以起码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说，像啊，不是像台湾大联盟，你讲除了这个防护衣外，是要安怎把这个整个职棒的市场都救起来？对，因为我想这个，我个人认为啊，当然也许不代表这个我们联盟的想法，因为我总认为这个台湾的职棒十一个队伍啊，真的是稍微多了一点了。如果说我们台湾整个是2100万人口用这个六个队伍来养的话，用这个观众人数去养是比较合理的。那目前每一个这个青棒的选手，业余的选手实力比较好，慢慢这个来进来，那我们的新陈代谢会好。那现在也就是因为新陈代谢不好，所以有一些球员他们就有机会去接触到这种外界的诱惑，那你现在几个好选手立刻抬掉就对着变牌呀，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联盟也知道的情况，或者说球团也知道，就是得过且过，所以才会造成很多这些问题。如果你把这个球队这个人数降低一点，球队的数量降低一点，啊，你哪办？你哪有小可有瑕疵？瑕疵品的对吧？你得合照哈，慢慢的大概都唔干嘛。但是我想这个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来调整了。所以这个我要请教吴富伦，就是你现在从中华职棒跑到台湾大联盟，然后这个刚刚你自己被黑到这个恐吓过，那他刚刚讲说环境改变了，那么台湾大联盟改变了什么样的环境，让你不再被黑到恐吓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请您来谈一下。道歉的问题就是说，为了这个联盟的和谐，所以包括在道歉那一天，我也没说我罢赛，我是说被没收比赛，因为我丢东西抱歉，我不是因为罢赛。FM 2200社区电台 ，OK，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我们现在请教吴富伦，就是说，像你到这个台湾大联盟以后，你自己觉得这样环境有什么跟以前过去有什么样不同？我咧想过来这边的环境，就是讲这头家啦，吼，这大家啊，搁一寡。咱的防护小组每场比赛，
哦，啊，带伫咱女婿拢时时甲咱保护着，安尼，所以这个环境，袂用当这囡仔去，阮家己咧拍球拢，其实安全感拢足好，其实足好的对吧？所以大家拢无后壁烦恼，就尽量拍球，表现好球员。本来我就问了请教这个白毛的，就是你看今年的这个中华职棒整个跟台湾大联盟他们的整个的表现哈，一两个冠军队来讲了哈，我先那先评论一下也这个勇士队这里哈，勇士队，嗯，这个我上兴趣，勇士队，我想上尾勇士队是四比三嘛，为伊个申宝太阳队来，嗯，拍赢嘛，拍到第尾最后一阵，最后一阵到尾嘛是还佫拍到，哇，分数拢真接近啦，嗯，当然我想是这种阮。有足侪人嘛讲嘛，讲我本来一拍就知影讲勇士队能摕冠军的啊，所以啊，这冠军都安排好势啊。但是我想这方面，咱应该是我应该做一个较公平、较公道来澄清一下。其实这比赛咱看得出来，唔是用安排的，实在是吼。早前你看伊本来头毛，唔是用安排，意思是真正去拼的，啊，真正去拼拼。哇，伊规工我看早前诶，又是不呀？赢两比赢迄阵，赢两天，我输一场迄阵吼，我欢迎个，我要摕冠军啊！啊，有啥物安排方法是方法哟？我想，因为这外口好讲嘛，外口讲我因头家邱富生就是台湾大联盟就有够来了，所以要赢要输，但是伊无想到啊，因连诶申宝头家陈胜廉嘛是台湾大联盟人啊，所以嘛要安排，那这毋就等于两个相拍。是，所以伊无想到讲邱富生有够来了，陈胜廉嘛就有够来了，所以因这两个头家的主宰是台湾大联盟嘛，所以我为。为阿爸前两年前，我直接讲啊，讲你一定要退出台湾大联盟，你是用处理哪卢湾的代志就好啊。哪卢湾是职办公司嘛，伊是娱乐公司，你就处理。所以你的意思，台湾大联盟的两大支柱陈胜田跟邱富生有可能影响选举的输赢吗？有这代志无？有这代志无？熟悉兄弟比赛到尾啊，哈，那个这几家，他们两个到最后根本不愿意坐在一起啊，因为那个输赢对他们来讲，第一个是面子。第一个，这种球赛都太紧张了。像那一天我们老板邱富生先生到最后比赛，他也是很紧张啊。所以立功这边安排，我想被再去演戏也没有办法演成这样。因为我想知的是讲，最后第六阵那阵，陈胜廉为日本回来，伊就买落来高雄，买落来家己看嘛。为什么？我当然是因为这比赛气氛哦，相当的强悍了啊。这啥呢？因即马是咱伊。伊是主场嘛，你家己嘛，啊，你也知影，家己当规球迷拢是家己人嘛，啊，伊台北队头家佫来个遮，伊就无伊应该地位嘛，因为这即马，咱即马有主场优势啊，本来就是主场，这就是属于家己球队的嘛，你照你前五场，你能够你下波爱赢掉嘛，结果你无啊，你是三比二尔嘛，三比二下波连赢成一队嘛，第六场，你来个家己啊，当然话优势啊嘛，啊，结果我迄个拍足精彩嘛，哦，啊，佮第七场。含第七场，陈胜廉这款最爱看棒球的人，哦，伊这几年最爱看，古早我是唔知道，这几年我都看伊比赛，甲咱邱老板两个坐座位，迄就坐到第两三，叫做两个人变面啊，就分开坐，两个人伫遐咧，哦，有时咱足侪朋友，咱两个拢好朋友啊，有一届迄是例行赛哦，你邱瑞都要食饭啦。本来你到底意思是安怎有安排不安排？故事都无可能安排嘛，无安排是。因为我讲伊要赢，所以无可能安排嘛，他讲会聊会点，哪有可能安排？你看下出拢会聊会点啦。是。哦，啊，吴伟，你也管我安排哦？可能因为大家签拢代表公司的，不可能。不可能。对啊，去台东那把，一场比赛拍两工的，你敢要相信？好，我赢三分，赢到尾还佫唔变。嘿。台东佫隔工，我佫赢。嘿。嘛，袂讲因为台东无赢干的嘛。啊，所以大家尽力一直要赢，拍到尾啊，尾内底选手赢了了啊。是。无人啊呢？啊，有收外啊来收一队啊。我爱你平外国嘛，用到三红啊，拢起来，规个拢无人啊。对，啊，着到尾啊，剩咧尾啊，临场应变，啊，看上个集中力，上个暗号，上个作战好个人，较赢咧。啊，比较讲，吴夫人像伊着金手套奖，啊，甲着这个卫权，甲着这卫权才第一名。啊，咱比较起来讲，两边的这个最有价值的球员，大概咧表现安尼，你也比较先啊。嘿嘿嘿，他是棒球吼，因为棒球卖讲无做一拍，无做一拍是较歹算，做一拍嘛我都好看出来。但是咱用伊的记录来看，讲哦，这个是不是好算，就是不是安怎？是啊。哦，咱佫看着讲，因为美专今年的冠军队美专嘛，伊是甲时报因的拍嘛。哦，伊是比。啊，就吴磊诶记录来讲，他是表现比较好啦，跟过去表现比较好。我想啊，伊表现算属于好的咯。没有，我的意思说，跟他过去来比较的话，是比较好还是？那伊目前是比你迄个中华职棒、棒球职棒佫较好咯，佫较好。因为伊只吼，我了解就是讲伊只一挂新选手伊还佫带，变作讲我还佫做
半教练、半老师咧教遐少年，那我跟你不合拼咧。你过来安尼做？哎呀，因都摕着老母鸡奖啊！母鸡奖啦，母鸡奖，老母鸡啊！母鸡奖要讲老。啊，那魏全的表现怎么样？魏全嘛，袂歹啊！魏全伊个英伊个球队啊，现在铁冠军啊！你介绍伊啊？不，今年我很少看魏全的。那以前，那比赛我买那比赛，所以看。对，以前我们在当行政的时候，把魏全公司的这个球队带囤了袂歹了，所以应该是对方袂歹。啊，今年我拢无看了。那从记录来讲呢？从记录来讲，因为记录，因为对手不一样，所以这个记录只可以参考，不是很标准。比如说他们总冠军是跟这个所谓的二代鹰比赛，所以讲你拍起来无十比零，我就感觉真奇怪。真奇怪。因为他们这个标准不是很好。所以不是讲，你讲阮咧七战四胜是跟太阳队咧拍，真的是只有第三场突锤赢了嘛，16-0那一场突锤，其他六场拢足好看。所以感觉上吼，我是感觉这边较精彩啦。啊，实力上还不是很清楚了。来，球评来。我想讲，我是讲，当然，中国人较好一挂啦。如果来用两个亚军队的比赛，譬如讲太阳队加时报员的比赛，那一两来看，我看咱人发现讲，迄个太阳队赢嘛，城堡赢嘛，啊，城堡跟拍10-3嘛，啊，迄个时报应该比转拍10-2嘛，所以看开就知影讲，哦，城堡一定赢时报员嘛，所以一概10-3，一概10-2，能够等量当然过来变作讲，勇士甲卫权吼，可能勇士看赢一挂，看赢面嘛，哦，所以你是认为台湾大联盟表现较好咯？那阮看法是讲，哦，我是唔知，那我是讲，那赵志祥认为讲，伊甲米传拍偌侪比赛，但你问我，我是感觉讲，差不多4-2迄个勇士赢，是4-2勇士甲魏权，勇士赢，是。不过这个我嘛爱直接问赵志祥，就是讲你伫比赛中啊咧有这个霸赛风波哈，这霸什么东西？每天比赛你看你看看咯。没有，从头到尾，我包括在那天颁奖的，我认为是这个被没收比赛，我没有罢赛啊，我被判出场，怎么去罢赛呢？所以这个罢赛是到最后媒体的一个名词啊。但是事实上，那一个比赛，如果是那一场球是被判这个罢赛的话，我想中华职棒大概每一年有20场球都罢赛了。所以那个标准的问题啦，因为那时候事实上我们在后面还在协调这个事情。那你又何必道歉呢？那 Migo Chaipa 道歉的问题就是说，为了这个联盟的和谐，所以包括在道歉那一天，我也没说我罢赛，我是说被没收比赛，因为我丢东西抱歉，我不是因为罢赛抱歉了。罢赛我没有抱歉啊，因为你把我没收比赛，但是那个行为我很抱歉，因为这个棒球，平常心讲，这个勇士队在台湾大联盟甚至的骂苦诶球队哈，它可以代表很多小朋友的喜爱啊，小朋友的教育，因为很多小朋友是家庭来看球，我那个动作我觉得很抱歉，所以我隔一天马上来抱歉，我不是对罢赛抱歉，我不认为我有罢赛啊。来，球评来讲起来，我看这件代志哈，较重要就是讲，其实勇士队的处理，我想咱要讲的是讲裁判的问题，裁判不是讲伊无好，迄个裁判较少年啦，因为阿未比赛我都。年初的时候要开始比赛，我就感觉讲台湾大联盟的裁判的问题，因为伊两请两个美国卡洛啦做主席，无，但迄天拄啊无轮到美国人往咱台湾的裁判做主席嘛，所以迄天其实伊安尼判多伊嘛，伊嘛个始作俑嘛，伊咧拍了一阵小可有向前了，但是我感觉迄天的主席经验有较无好一撮，伊当然是讲五五年迄个动作小可有就妨碍着比赛的事，五五年是讲是安怎动作？因为迄粒球总叫做打带跑嘛，啊，一咬三块，我看内底是歹球，但是你做些主心好歹球要判较紧，因为我看歹球啊，啊，迄个布拉德倒上二垒嘛，啊，柯良中要牵你，啊，要牵你当中，我有时我讲想歹球啊，我要行者，但是柯良中也不拢袂用着我的身躯啊，拢也袂妨碍着伊的手背拢无，但是伊甲我讲我是妨碍捕手。哦，啊，总教练说，我讲，伊甲我判初级，我这个第一个两粒好球判三振的，我还可以第一个。啊，所以证明出来，你粒球，哪讲有波手去牵着我的身躯啊啥，咱来判那个妨碍守备拢马紧。但是伊甲我讲啊，你有企图要妨碍守备，讲我有企图要妨碍守备，我就爱判初级。
料给他赶出场，爱来搁干，我们拢先做赶出场。但是迄个精神，阮是四比三赢，阮是咩啊百三，阮搁赢球，阮才有可能百三。阮是针对讲，啊，你这个裁判这粒球，你无来改判，还是来协商的时阵，才会使。但是咱嘛有一挂仲裁委员啊，什么技术委员啊，啊，这时阵拢走去倒，无去嘛。到尾啊，事后来讲，阮两个爱竞赛啦，爱靠钱啊，我嘛莫名其妙。当场一瞬，咱就来协商，啊来看，我哪不会罢赛，我是第三个赢的。所以这个就很牵扯到这个台湾大联盟的裁判他本身的经验。我想那天较重要是讲，迄个主审的嘛无唔对啦，但是就讲伊用较高的标道德标，嘛是道德标高的技术标准来判吴富仁这个动作啦。伊这个物件，你台湾的中华职棒里面看出现几十遍啊，唔捌判讲这是伊的妨碍守备啦。所以那天的把。伊讲主审判伊放在手背，造成规个阿伯动作出来。我看也是讲，伊第一个就是迄个裁判讲嘛，第二个就是美国啊，迄个因的裁判组的组长嘛，佫出来讲什么几秒几分钟内都爱判哪样。我讲这两个高标准的物件，伫咱台湾是几乎几十年拢捌出现啦。所以向出现出来，你想看卖讲咱台湾的棒球，哪有可能向伊接一个讲美国大联盟的美国棒球也无遐尼严的物件嘛？啊，所以造成这个比赛的。伊叫做没收比赛啦，啊，其实就是讲伊罢赛啦。我看是没收比赛才对啦。哦，所以我想是用那用球评来看，是讲感觉讲迄主席的经验较无安尼好势。造成赵世强稍微受了一点冤枉，当然伊的反应嘛，相对激烈一点啦。这嘛是当然是当然已经道歉了嘛。是啊，其实伊款物件嘛，不用想怪咱的总教练加吴连。啊，我看就是讲所有比赛，你比如比赛精彩，比如说怎样，应该咱的裁判拢有相当的标准，嘛有相当的经验。你一定要比选手较有经验，你比如选手咧紧张，你搁比选手较紧张，主审比选手较紧张，这款比赛免哪可能好球迷，我开250块来看咧，我免来看咧。这我讲一下话者，然后来你要讲啥话咧？休困者了，再叫赵世强来讲。那个中华职棒联盟那个我的好朋友啊，吴德远先生啊，所以最可怜啦。前一天在开大会的时候，他还高高兴兴、侃侃而谈，跟记者在发表职棒九年的抱负啊，他怎么样整要怎么样对付台湾队，怎么样来做做。结果回家睡个一个觉起来，早上被记者通知说他已经被放。FM 2200社区电台。OK，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那就来请咱今晚好。谈到你，我也不讲，就我你讲。其实我是说这个事情，上次发生这个事情是有一些之前的事，不是那一场球发生事情才会有这些动作了。比如说前面有几个我们的这个音侠被打到头，改判了，改判出场又改进来，然后这个投手犯规还可以改判回来的。过去在中华职棒。投手犯规是不可以改，那个裁判也被处罚过。所以在我们这边，就是说这两个美国裁判的这个权力是不是稍微超过一点呢、啊？那我这个人大概民族情节比较重的一个人啊。当然这个裁判也一样，他们说今年这些裁判都是新的，多给他们一点时间去训练。但是这些选手今天他们打不好，这些教练成绩不好。哎，美女的走路啊，呢，谁给他们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比赛没有给他们时间，职业就是职业的。所以那天那个球，我事实上我上去是说一好三坏啊，这个打带跑应该很低的球。那好坏球是不可以抗议的。我去说那个怎么那么低的球应该是保送，结果他在路上说，哎，就几波，我给我怕出点，那我整个火气就上来了。当然那天你已经不是微笑就几自称，所以当教练的压力可想而知嘛。所以现在事件料我觉得不是不好，这个对整个联盟的这个教练，譬如说我的观念也会做一些改进，裁判也会警惕。我想。那个是好事情，只是我们两个亏了大概半个月薪水而已。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刚刚除了这个杨台办以外，我们知道这个还有杨将的问题。请问你别搞你这吴慧，你要吸收了解，咱的这个杨将啊，要请来的是好的会来吗？应该还是会的，像葛雷诺啊、三红他们都不错啊。不过三红就是在打击方面手背没有地方可以守。因为他体位比较重，然后再像雷公的有几个好的选手也不错啊。不过这些洋将来的跟你们本土的球员会有，他们不是比较难管理吗？对，因为他们在民族性吧，因为像美国的他们是强大国家，比较民族性比较，
那时候随便一点啊，因为他们来的话可能是签约差不多一年啊，或是两年啊，所以我们在我们本节常跟他们讲过嘛，他们是打他们，然后我们打我们的，搞不好他今年完就可能要淘汰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就一个比较说，比较说荣幸就是啊，明年度教练要裁员的话，可能我们本级的就比较优先不会被裁员，是，因为你看比完赛拿个冠军，好几个老外被裁掉了，所以在无形当中，他们生活上或球场上，他们有一些不安全感，耍脾气或是什么，啊、教练一点一点给他啊不尊重暗号的啊，所以都有教练。所以你要改那么改杨将，其实杨将这一部分哈，在这个很多外界认为是很难管教，但是基本上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一下，他们也是离乡背景啊，他们也是会想家。你不要看这个杨选手，他很高个很大，吃的东西啦、啊，这个我们整个台北市的环境或者台湾的环境，他们也会想家。所以这方面，所以我常常以前我在做行政的时候，常常跟教练也是在沟通这个事情，因为教练他们都说哦，现在就派惯那个人不好管，那个怎么样？到时候沟通起来，其实也人嘛，大家沟通的话有三分情的。所以这一年下来，我们看勇士队的外籍洋将，我认为都表现得很好啊。不，真正实在是，可是那洋将太过强了，跟台湾对台湾人对台湾的球员来讲不好吗？我是感觉有一点，这个水准也是差距蛮大的。差距蛮大的，对，因为他表现过好的话，一般的我们就比如说刚刚陈老板讲那个薪水太高啊，对，那比例差异很大的话，选手这个心理上是有一点不平衡，对，所以就除了这个球员的问题以外，我们知道这个目前这个两大联盟呢，这个他们都在公开这两大联盟的前途来，对，按照那个秘书长龙亮啊，被整的时候嘛，是不是这样子？这一个多礼拜是我看棒球界最大的新闻。因为是我们那个中华职棒联盟那个我的好朋友啊，涂德远先生啊，所以最可怜啊。前一天在开大会的时候，他还高高兴兴、侃侃而谈，跟记者在发表职棒九年的抱负啊，他怎么样整要怎么样对付台湾队，怎么样来做的。结果回家睡个一个觉起来，早上被记者通知说他已经被 fire 了，几个领队就和联合起来，就把他联合。那天晚上他发表一些抱负之后回到家里，结果没想到早上起来的时候，为什么要把他干掉呢？我想这里面当然这七个领队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涂大秘书长啊，他把职棒这三年的潜力总募金，然后是标了15亿嘛，标给伟来公司嘛，然后他必须附一张银行履约保证书，结果听说我们秘书长把他忘记了这一张，没有拿这一张。那张履约保证书，那个银行履约保证书是价值多少钱？哇，我看这个价值贵了，因为你看得出来，三年如果是15亿转播金的话，第一年是15亿嘛，第二年变成10亿嘛，第三年变5亿嘛，那加起来就是30亿的一年嘛。如果以履约保证书大概是1.5%嘛。所以大概是4500万到5000万嘛，而且你如果要15亿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这一张保证大概是6000万左右。那只有忘记了，结果听说他就忘记了，然后报纸写出来，而且这个忘记一直到现在一年多，那些领队才敢讲出来。好，这个是中华职棒的，那台湾大联盟呢？这个我不是很清楚，高层的这个决策，这个我们当总教练不予置评，不予置评。来，跟我一天再来。这两天的报纸哈，一直在，当然是因为中华职棒的秘书长，你秘书长是牵动两个联盟一个动向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嘛，是，所以刚好中华职棒有异动嘛，所以报纸就马上出来说，那个我们这个台湾大联盟好像也要异动，我们那个宋守志先生他要异动，是，那当然这个情况，他为什么异动呢？我想这个异动应该他们几个老板应该有特别，我这个异动还没有得到正确的，是，他是表现的哪里不对呢？那如果我感觉是说他真的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了，因为事实上宋守志先生他从中华职棒联盟开始，他就一直是属于行政人员，他一直后来到中华职篮，也当过，等于开创新人物，然后在台湾大联盟第一年他来，也是这样。我想我一直不清楚说，如果我是台湾大联盟的老板的话，我想宋先我可能就不会让他移动，因为一动不如一静了，因为要做这种很枯燥而且要负很多责任的工作，事实上是很不讨好了，事实上是很不讨好，因为宋先他当然是可能他稍微也比较木讷一点的，比较不会说像，因为你要知道，像台湾大联盟这种两个老板挂帅的，应该属于狗腿型的秘书长是比较恰当的。是，
这喜欢那个拍马屁啦、狗腿型的是比较，所以如果用这一点来讲，我们宋老师现在就大概就不合适了。他还不大会拍马屁啊，他是做事的人啊。是，那如果说，那你不是骂到两大邱武生跟陈胜田了吗？那我是不知道啊，我没有骂，我只是说、這個，你说他们爱被拍马屁、啊，对啊，因为这个有老板的个性跟喜欢怎么样，他喜欢用什么样的秘书长、市长。那如果因为你要知道，中华职棒联盟他是必须要让七个领队、七个老板服服帖帖的嘛，对他属于要用手腕可以安慰这个七个老板的。那台湾大联盟很清楚嘛，在处理事情呢，他当然有三个老板，还有易华沙，还有那个王老板呢、啊。可是真正在处理事情还是这两个老板嘛。好，所以邱富生是真的喜欢人家拍马屁吗？我们休息一会儿，要请邱市长来回答。我你太害怕了。以前我们是打业余的时候，就是投怀的，就是有推拿这样比较多了。是，那现在有职业的话，他们现在就是哦，投完就要冰敷，然后受伤要给谁看针灸或是什么。所以我可以让讲几句啊，我怕卡久啊，我讲几句啊，好嘛。OK 哦。FM 2200 社区电台。OK，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我们的赵世强，邱武生刚请大家红拍马屁啊，你先帮我的摘下来，你不要看清楚了。OK， 好了。不过我们这个话题还是讲回来，就是汪子安，你从这个以前打这个哨棒哈，那么跟吴富连都一样，都是从哨棒这样子一路这样打上来。那么打到现在，我们不晓得就是啊，台湾的这类棒球环境已经有产生这个职棒，那么职棒对整个台湾的棒球运动有没有帮助呢？我想任何的体育活动有职棒的在推动啊，当一个领导者的话，绝对对业余的对整个环境有帮助啊。但是目前我们国内的这些职业棒球的环境当然是非常的恶劣啊。刚才我也打一个比方，像我们的第四台目前也是一下子很多，当然经过一点时间去整理的话，也许就是说好的像三立这种好的一定会留下来啊，然后不好的慢慢还是会被淘汰。如果在职业运动里面也是这样，没有没有，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把一些好的人留下来嘛，让一些不是学这个职业运动的或者不是真正的职业运动选手会慢慢的淘汰嘛。我个人认为是一定要有职业运动来领导这些业余的，绝对是这样子。是，不过吴林，我们知道这个好像我在职棒里面，我们看到黄平洋啦哈，然后这些投手啊什么，他们可能本来是金牌投手，或像您这都要金手套，那如果万一运动员一伤害，那这一行里面一伤害，好像就是准备要出局了，是不是这样子？对，我想一开始他们都是在一个球队当中，为了要赢球啦，所以总教练几乎他是天天上班的比较多了，所以无形当中在我们的就总教练就很没有人性，就对，没有没有医疗设备也好不过，还有这些很多很多我们的医疗设备也是不过，他的保护在保护过程当中有一点就是没有保护好了，所以到整队黄冰洋也好啦，什么涂红金有几个手，像康明山最近也是一直在走下坡，所以在我们医疗设备，我想往后应该多加强一点，才保护棒球的生命会更延续。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赵世强总教练的这个医疗设备没有做好的，就是也没有这样，因为在我们因为在我们现在我们跟体协那边都有防护人在包扎方面呢、在各量各方面，以前我们是打业余的时候就是投怀了，就是有推拿这样比较多了。是，那现在有职业的话，他们现在就是投完就要冰敷，然后受伤要给谁看针灸或是什么？所以我可以让讲几句啊，我怕卡久啊，我讲几句啊，好嘛 ？OK 哦，我想这个问题哈，这个牵涉到一些老板们的概念呢。老板人就像陈先生也一样，就他以前的那个对，就是很差，对不对？对，过了不就好了，那天话总体就好了。就说一些老板认为是赞助这些棒球队，就是付这些球员薪水啊。事实上旁边的这些附属很重要，包括球场训练的方面，主训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些医疗，因为这些球员是你的财产啊，你怎么让他多打两年、多打三年，练心不能够凶嘛。所以这种投资绝对是比一个球员，哎，我各位你怎么合理啊的，我拢不爱炒，一定是有这些价值。另外就是我们整个大环境，包括这个组织上的问题，包括球场上的问题。球场上的问题，大家都说球场不好，结果没有人去搞球场啊。那事实上很多球场大家都说是
钱的问题，其实很多不是钱的问题啊。你说球场内部的这个，你看我们一年有100多次的这个内野安打，都是这个跳跳跳就跳起来的。有时候胜负就因为这种这个上稳级靠后总要输赢而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去做这种人为的事情，可以做的事情，不是钱的问题啊。大家都想哎，要钱钱钱，其实很多，所以这个。大老板们要对像以前大老板有话要讲，中国老板大老板，我想我们这里就是要呼吁这个中华职棒联盟了，因为我们上个礼拜的报纸写出来了，因为明年开始要主客场之后呢，就是说联盟要裁员，要减少预算，结果上个礼拜我们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医务主要裁撤掉，哎呀，我上个礼拜看到报纸，心情就非常不痛快啊，你想想看。7个老板，他的选手有将近一队，如果是20、25、26个人，将近200个选手，他的联盟的医务主要裁撤，那这个不是很奇怪吗？我们现在医务人员已经少之再少了，他们每个人都受伤，刚提人都很受伤嘛，结果我们中华职棒联盟居然在明年要把这些医务人全部裁撤掉，你说我们怎么谈得下去棒球呢？台湾棒球，你说有没有希望呢？就是因为中那个医务人员都被裁撤了，所以我觉得是中华职棒联盟实在是没有希望了。你确定这样？确定的，连医务人员都要裁撤，那你说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要做这样的结论吗？不，我是觉得说中华职棒联盟真的是要加油，因为是我是中华职棒的球迷啊，我几乎也是天天看中华职棒联盟啊。你都没有医务人员，这些选手怎么会有好的表现出来呢？不过你这样的话题还是要回来了。你刚刚这个，我们赵市长提到你自己以前在当这个。军工熊的这个老板的时候呢，是不是真的都没有投资的概念，让那些球员能够继续打斗？应该照讲不是在谈我了，因为如果用选手来讲，我几乎是最照顾选手的，而且我还从日本请来日本职棒队的医务人员，是啊，像那几个广岛队他们医务人员来教我们台湾的一些人来怎么做这个，全中华民国大概只有我这样做的，也只有我花的这些钱，我花机票让他来，然后让他住，然后让他教，然后在那边住了一个多月。当然，我是希望可以，我那时候有2、3，可是因为钱太多了，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事实上没有做到那么多。那这个我们今天赵市长就是说，像整个你们筛选球员呢，或者说刚刚除了讲这个球员延长他的生命的，那么以后呢，如果要加入这行的球员呢，就他应该是自己具备什么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这样？我想还是要基础啊，非常重要。那这几天我们看这个台湾的这个城棒也在比赛啊，事实上值都不错啊，但是这个像以前我们这样包括体能的训练，基础的这种训练，基础训练是最辛苦的。我想你们刚学一种球类运动都是这样子，但是要扎实的话要花很多时间啊，那这个花很多时间是目前小朋友或这个最不能忍受，那所以这个教练要去逼啊。是。那现在包括很多教练自己也外务很多啊。是。这是我们看目前台湾的棒球环境，我最怕的就是说基础不好，因为基础教练什么外务啊？譬如说，没有，因为现在不像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在打球，小孩子的时候在打球，教练大概都是受日本教育，他们真的就是中规中矩，一步一步这样子在教你。那现在的教练，因为外来的这种诱惑也好，外来的因素也好，包括股票啊，包括什么，所以没有专心在这个球场上，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很多的台东的或者花莲的基础教练，他们也很用心的。哎，赢得金价亏掉了，各位能满扣三满扣。我觉得我比较感性这些教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刚要进来学打棒球的，或者说已经是初中、高中，你已经有基础的，我认为还是要在体能方面、技巧方面，要扎实去做，以后你打棒球才会长久啊。是，对。哎，阿金妈，这别莫咱卖讲啊，中华职棒应该就无好意啊，无但台湾的够东金嘴这个球迷，大家还是希望说，不管啊，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因素啊，有些包括迁徙啊什么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职棒发展，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棒球毕竟是足球人细汉的时阵要求会忙啊，免那个做开去。我想恁台湾棒上刚刚提的就是说，等不起单北湖。这是最伤脑筋的事情，所以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球迷、我们的球团老板，又是球团老板是特别重要，他事实上在负所有成败的责任的，那联盟的这宅的球队逃给该就注意了，你不能够等不起，所以你必须真的像刚我们在训练选手一样，你必须很慢慢一步一步的训练你的选手，事实上你这些球团老板就知道你要慢慢一步一步的训练你的球迷，
棒球若无球迷，这个棒球就无人爱看。嗯，那棒球若无球迷，就完全拢无。是，所以咱是希望讲要台湾的棒球回到以前那么热络，那么喜欢看，就是要把我们的球迷重新他的信心再建立起来，慢慢一步一个一直增加出来。嗯，台湾的棒球才有未来，才有希望。嗯，应该在球迷身上。是。嗯，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安尼哈。我咱大概希望是讲啊，今年这个整个这个啊，台湾大联盟已经泡过一年嘛哈。那么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未来能够更好好的发展。好，来，今天非常多谢三位来在台湾啊，谢谢，一起来讨论，非常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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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